美军试飞不到33公克的微型无人机，勘察地形更方便。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这个月将在阿富汗部署试飞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系统。 Army Technology 报道，这架无人机长度只有约17公分，重量不到33克。无人机配有两个电光镜头和一个 LED 夜间热成像器。 Army Technology 指出，这样的配备能够让无人机用夜视功能传输 HD 影片，方便士兵调查周遭环境。这架无人机只需要30到120秒便能够部署飞行，飞行持续时间长达25分钟，并且能够在2公里范围内以每小时 24.49 公里的时速飞行。根据 Army Technology 报道，如果试飞成功，美国国防部计划将扩展这架手持无人机的部署，让大部分地面部队都能使用。该网站也指出，法国和德国已经在使用这架高科技无人机。